又直播了，下大雨直播天。哎呀，叫你等下遐去啊，你行到外去。行，行到外去啊。我你听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有直播了。今天刚好礼拜六，有个台北来的车友特别来台中找我安装 KD 道路版避震器。今天安装这台车辆是 Focus NK 3.5 代8X，就是所谓的 1.5T 顶级版的。哦，我们这里下很大，现在你们看一下外面。突然看下一阵大雨，看下大雨了，我们这里下大雨了。我们现在安装的差不多了啊，我好久没有分享安装的直播，所以特别在选在今天，看礼拜六人会不会比较多。哇，打雷了，打雷了！我觉得这台车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右前。所以我从右前开始讲，来8X的车，来，这个是它前面的避震器，Focus 3.5 代的车啊，要是 1.5T 的车，我前面配的公斤数都是8公斤，除了有一台。是 MA 的 1.6MA， 不管是 3.5 代有一台 1.6MA 的车，前面我会用7公斤，因为动力不一样，所以在前面我会特别配7公斤啊。 1.5T 只要是有挂涡轮的，我前面 一律都是用8公斤，有没有？来，你看一下 KT 避震器的防尘套的包覆性很好，你看整个都包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调整车高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边是取决这个车高的部分，这个地方。这一颗啊，很多来找我改避震器的车友啊，他原本车上已经是装改装的，可是莫名其妙这个都会不见，很多店家可能都不知道说这个可以沿用。我们只是把配重拆下来之后。再把这个挂回去，因为方便
要把 ABS 装回去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这样不是很漂亮？有没有很漂亮？然后你去看有些改装避震器的车友啊，他们这个耳朵都会不见，然后就会把 ABS 直接用束带的方式把它捆在脚管上面，整个的美感就很丑。所以有时候来找我改的车友啊，他们在外面改避震器，来这里改之后，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，这个耳朵怎么不见了？通常店家都会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沿用的。你看，好，KT 避震器很用心的地方啊，你看他们这边都有办法做油管固定座，有没有？可以把油管固定座锁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整个美感起来，整个避震器感觉起来就是很漂亮。抽奖，我会去找 KT 的老板，问他看看要抽什么奖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尽量分享，好不好？我会帮你们去跟 KT 老板争取，好不好？尽量分享，我会帮你去争取的。好，那我继续讲油管座的部分。你看，非常漂亮，最整组，毕竟是感觉起来就是。该要有的定位都在定位上，你看都很好看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要从右前开始讲呢？因为八叉跟七叉的差异性啊，七叉是 1.5D 的入门款，它不会有这个东西。我现在把它镜头带进去，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？这叫做 HID 大灯的平衡器，它是锁在三脚架上。很多人啊，店家都会忘记说要把这个拆掉，突然把这个东西给拆断了。所以在拆解这组八叉避震器啊，也有类似的车种，他们也有装在三脚架上面啊。所以我们在做拆装避震器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特别注意，尤其是新车这个地方都要去注意一下。这个地方有没有？这个不便宜。听说原厂一个就要两三千块了，一个店家拆一装避震器才赚多少钱，结果把这个拆断了就要花两三千块，所以得不偿失。所以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在拆解的部分，这个要去注意一下，这个一定要先把它拆下来，再去做拆解避震器的动作。好，前面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吧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移到后面去。这是后面的桶身，然后他们 KT 很用心，真的整个桶身上面的看不到银色的部分，整个都包覆起来，有没有？做的防护翻层的效果做得非常好。看到帮你打针？不用不用，我就是要他我自己打针，我的到哪里不够暗不够亮。你头前那个拖牌，等帮我先讲讲诶。好了好了，讲了后，你那会当起你啊？你那会当升起了，等下我后边，我后边讲了了后，你就后边你嘛当起了。我后边讲了，你当倒练啊！你看他们后啊，都、哦、又被他打断了。因为我们底下也快做完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做四轮定位的部分，所以我要讲快一点，我要不然被这个师傅赶着。然后今天台北下来这个车友啊，实际上上海蛮赶的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帮他做完。所以我今天直播要讲快一点，统生就是这样。像 KT 避震器后面啊，针对三代跟 3.5 代啊，我后面的弹簧都是用6公斤，有没有？你上面写180-06，06就是6公斤，非常的用心。所以配上6公斤的弹簧啊，所以后面的乘坐感的舒适性就非常的好哦。不相信的车友可以来试乘看看，6公斤所带起来的舒适感。然后后面呢、啊、Focus 后面是属于弹簧跟筒身做分离的，所以这边弹簧在这里，筒身在这里，就这样。然后调整车高的部分呢、啊、是这个地方哦，是这里、啊、不是这里，这个叫调整，这个调这个地方是叫调行程，并不是调车高，调车高的地方是在这里。
所以有时候车友都会错意说，诶，这个不是调车高吗？不是哦，是这个哦，这个还是在调车高，这根是调行程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之前直播我都没有讲到塑胶调整器的部分，因为之前的塑胶调整器我们都是使用Schmidt 的塑胶调整器，啊 KTP 调整器这一次他们有出塑胶调整器，所以我特别要顺便介绍一下塑胶调整器的部分。然后我要往下爬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KTP 的塑胶调整器，我打灯一下啊，还蛮漂亮的哦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这是这一根，他们的塑胶调整器也是跟他们的避震器用一样的颜色，然后 logo 在这里，我等一下哈，这里，你看他们也是做地分染的颜色，整个搭配在避震器上面来讲，哦，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地分琳琅？连塑胶也要做地分琳琅，这个老板是有多爱地分琳琅？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？怎么整个产品出来都是地分琳、地分、地分？对不对？很漂亮，有没有？然后顺便告知一下，我们的避震器呀、啊，搭配塑胶的话，避震器是26000，塑胶是3000。如果说你是单购的话，来安装韩式人定位的话是4500哦，搭配避震器才有优惠。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，要注意一下，我们是搭配避震器塑胶才有做特价哦，所以不然你单买的话，价格会比较贵。这个部分，啊，给你看一下。整个搭配起来，再加上那个塑胶的感觉，啊，整个都是整台车都是地分明的感觉，好吧？哎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非常的缤纷。好，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粉丝私讯给我来做询问。因为雨越下越大，我觉得应该你们都听不太到我的声音。然后让你们稍微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。来，哎，那你当导底啊 ？OK 啊。这个车友啊，就改完17寸的，哎，不是17寸，更正，是18寸的框。就跑来找我来改避震器了，你看多么的心急，刚上18寸的胎，今天下午才上刀，就跑来台中来找我装避震器，啊，还蛮漂亮的一组框，啊，很漂亮的一组框，啊，然后我们技师现在帮忙锁，哦，你看这搭配我们的避震器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很漂亮？有没有？就是要大 KT 的避震器才会觉得很帅，有没有？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今天的讲解到这里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再欢迎在粉丝专页私讯我，我会回答你们。好，谢谢啦，我要关了哦，谢谢。